那接下来我们各位就将乘坐悠哉竹筏前往四号码头，在游览的过程中准备了一幅画，会反复出现五次，所以请留心观察画中的内容，答对的问题越多的组就可以抽兑换券了。那我们大家就出发吧，奔跑吧蔡莹。哇！哎呀，竹筏！哎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！出发吧，朋友们！哎呀，还挺惬意。坐这种船，还挺有那种氛围的。哇！美呀，真好，就要住在这儿也挺好的，这空气老好了。画都没见着在哪儿啊，就光这个舒适了，唠嗑唠一度啊，那边是不是这么大，可以往那边靠靠吗？黄帽子，然后白色的毛巾，后面是小鸡吗？这就跑了过去，看到看见了吗？左边狼，狼，螳螂呢？房子，这儿有一个房子。不是往下滑、啊。对对对，这是拖拉机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只羊。七只羊。啊。七只羊，一二三四五，五个草堆，白色的毛巾。他手上捧着个啥？手上捧了一个绿色的莲藕，好像是。嗯？莲藕吗？绿色的怎么可能是莲藕？有几只羊？莲藕吗？有个奶奶，鱼，一只羊。哦，你们还有笔纸啊？赊我一张呗。给你根笔。可以啊，你不给我个笔？哎，师傅，师傅，快快快，投喂。哎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高低一会儿得给我们匀两分吧。匀两分给我们。画哪儿呢？这是画腿，画什么？两只羊，三只羊，蓝、黄、黄，看见。你这画的是？我能看懂。能。我能看懂就行，这笔不能湿。哎哎，来了来了，共同富裕。拿着的是个绿色，上面还有只苍蝇，是为什么？共同富裕。一二三，卖账。哎呦，一共五捆弄好的，然后三个共同富裕的大白米。然后老太太前面有一个自拍杆，脚底下还有一个筐，像装着番薯似的。不会问我们田里有几道褶子吧？爷爷，爷爷有三个抬头纹，三个抬头纹，六个眼角纹，两个胡须。爷爷有几颗牙？不会问这个吧？可能还真的会问你大爷脸上几条皱纹这种。
一会儿我给你大爷起颗牙。大爷就没有露牙？有人这样跳的。差不多，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师傅，师傅把那画捞过来。往右边，往右边，往右边。红色的石榴，石榴。这咋还有一个是扶着的走的呀？有点蹊跷。共同富裕。没看见。哎，看那边那个山，山山山山山，山那有。停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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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停，那绿色的那个是啥呀？就是个绿色的一堆东西，看不出来，绿色的。咱能把这几个矿都拿走吧，现在吃了。对，别让他们拿了。不用怕了。对于他们来讲，这也是宝物啊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没有尽头。旗帜飘扬，白色毛巾。三辆汽车，老爷爷在吃饭，到喽。进来，袖子撩起来看看。粉子。哎呦，你看，这下了是吗？我要这么走。你看你也看不懂。是我的话呀，岳母刺字吗？背上，你看你也看不懂的。都是他自己懂的语言，白鹿的语言打一个演员。白鹿的语言无语。白语啊，还无语，你真的是。哎呀，来吧，请大家入座。你坐这儿，别让他看，别让他们看见，别让他们看见。看看，尤其郑恺啥也没记住，他啥也没记住。我看，我看，我看，咱们互相能看，我们都知道是啥。我没给你们看，我们也。这你们成片吗？啊，这是初稿吧？这不是初稿，就是啊。这我们一起画的。初稿画这么草率？我们这直接拿拍卖会了吧？我看，我看，你得看，你得看真的，你别跟我看假的。真的，我们给你看真的。你。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答题的规则。我们桌上有舞台，外观时尚小巧，可以精巧折叠多角度拍摄的三星 Z Flip 4手机，里面有需要各位回答的问题，每一组搭档轮流上来抽取一部手机并读出问题，所有五组进行作答，答对就可以获得一分，最终回答问题积分前三的搭档就可以在旁边抽取画作的兑换券。凯哥，你来抽第一道问题吧。于西，选哪个？咱们这边这个吧。这个。嗯。好。老奶奶面前一共有几袋大米？面前。就是写的共同富裕的那个袋袋袋子。来，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三袋。三袋吗？三袋啊。哎，你们还是有画板的人。不是，什么叫大米啊？哪个长得像大米、啊？他们都不知道那个是大米。不是很大的那个白的那个吗？对啊。啊。不是那个叫大米吗？那不是米仓吗？公布答案。正确答案是三袋，恭喜这四组都答对了。我们失败的原因不是因为记忆力，是我们物体盲，你知道吗？画的太好了，然后忘记了，一直在一直在润色。来，沙哥抽第二题。
老爷爷的嘴巴是张开还是闭上？啊？对，对。你可牙不会问这个吧？有人这样笑的。这个问题咱们讨论过了。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，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我知道他肯定闭上的。啊？不对吧？我们讨论过的，真的。Baby 答完了吗？想想，让我想想。等我再想一下，让我再想一下，你再回忆一下。我只画了他的胡子，然后在胡子底下我就没画了。真坑人！我一直在润色给画，谁注意那嘴开着？你我觉得应该是。都不记得了，咱们都去干啥了？咱这几个人，我们记得。好了，来，三二一，请亮题板。这是张着的 ，baby 张开，闭上的，沙哥闭上的，开，吸开，正确答案是张开的。天啊！我写的张开，我给改了。十八颗牙亮在那儿呢。你们两组，你不是再比一个纸了吗？全记住了，说了不全让你们记住了。我们是有本的人，我们是有本的人。本的人。我中间我还说了，我数数这老爷有几颗牙。哎呀，我写的张开，我给老爷爷嘴以上的特征我都记了。我们画了胡子，抬头纹你记了吗？有几个抬头纹。晨哥，你来抽取一道题。迄今为止，咱还没得分呢。拿着稻穗的老奶奶在干什么？那那就给他们干，随便，稳稳的这回，稳稳的。哦，就给他儿子打电话嘛。我真的，我打死你，哲远，你能不能闭嘴？来人，把刚才给张咪咪的哑药给郑哲远上一份，让他闭嘴。来吧，好，三二一，请亮题。全员回答正确，跟没得一样的。我以为我们要大获全胜呢，结果。图中有一个 R 标在哪里？在哪里？什么东西？我没听懂。好难的标，好难的标。就是那个英文字母。哦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发一个就知道了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三二一，请亮答案。在左上角那个车上。左上角的车上，大米袋子，收割机，收割机上。拖拉机上，是收割机还是拖拉机？你那绝对不对，拖拉机不对，拖拉机不对啊，拖拉机不对，收割机。我说的那就是收割机，不对，不可能，就是那个里面有拖拉机。我写错了，就是收割机，不就第一个最大的那个吗？这一题，白鹿、晨哥和凯哥得分。我这不算吗？你这错了。我们两个败在了常识上，不知道那叫什么。最后一题，拖拉机拖着的农机是什么颜色的？等会儿，导演，是拖拉机什么颜色，还是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是什么颜色？拖拉机拖着的那个机器是什么颜色？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这不能再错了，不能再错了。来，三二一，请亮结果。全员答对。我们知道的都知道。怎么回事？咱们
能不能问一点难一点的？你能不能问就是有绘本的人会的东西？你带上有什么字？共同富裕。有几只羊？七只。那三个人分别穿的什么颜色？棕色的衣服，蓝色的背带裤。好，那三个人的脸朝向是什么样的？第一个左一是朝我们，另外两个是朝这个田，那个麦田。那个右边房子有几扇窗？三层，有两个门，四扇窗。然后呢，第一个人手里用的是电脑，第二个手里用的也电脑，第三个手里是无人机飞手。啊，你这是私家侦探培训学校吗？大家刚刚看到的画叫做《我们的共富路》，是由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的徐子轩同学创作的。画中正在施肥播种的无人机，割稻的大机械，漂亮的住房，堆满的米袋子，村民幸福的笑容，都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的新变化，也是我们追求的共同富裕的实践样本。那接下来就给大家公布一下刚刚答题环节各位的成绩。郑凯白露是都得五分，然后晨哥组是四分，然后 baby 组是四分，然后沙哥组是两分，所以沙哥组不能抽。不抽也许是好事。怎么又抽不了啊？我们这个。